日前，赵薇四月刊封面大片释出，八次登峰的赵薇此次化身古堡美人，封面的三套礼服各有特点，将赵薇的冷艳疏离气质淋漓展现。一袭蓝色鱼尾长裙，高级又神秘，腰部褶皱的设计别出心裁，打造出浅 V 脸的效果，凸显出漂亮的锁骨跟天鹅颈，全身上面的褶皱修饰将好身材也展露无遗。赵薇躺在墨绿色的长椅上回眸一望，画面氛围感十足。赵薇身穿拼接长裙，时髦又个性，一遍是白色纱裙，上面铺满了彩色的装饰，另一半又是两种不同材质的拼接，西装面料拼接了轻薄的雪纺，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，穿出了和谐的感觉。赵薇穿一身缎面印花西装，充满了成功女性的干练与潇洒，灰色调低调不抢眼，融合了绿色，高级感十足，内搭了浅绿色透视雪纺衫，隐隐约约露出白皙的肌肤，妩媚又迷人。赵薇独特的蓝黑色编发搭配几句欧洲古典美学的夸张耳饰，在静谧空间中舒展悠然自在的姿态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